个眉心特别任务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徐凡。哇，帅气的，今天也依然上线营业了呢。好，那我现在先把这个特别任务的任务卡交给你们，请打开信封。给金卡吗？对，要给他们看一下。仔仔辛苦了，今天。知道这个彩虹屁啥意思吗？这个是粉圈用语。我知道，我经常看到你那个剧。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彩虹屁的意思就是像你对你告白的意思，然后粉丝特别喜爱你，然后要夸你，把你夸出天际，这叫彩虹屁。对，所以我们粉丝的这个直播可以说是给粉丝的一个反向福利。我们在粉丝直播当中将会有很多的福利要给到粉丝。那在这个任务开始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想要代表粉丝先问你一些问题。好，徐凯先接下来请听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延禧攻略》的剧组谁的自拍技术最好？自拍技术是延禧里面好像他们都没什么自拍，很少自拍吗？专心拍戏。对，那你在你觉得在你印象当中，可能谁的自拍会好一些？不会说自己吧？不会说自己，那没人说了。我姐肯定也不会去自拍，远哥肯定也不会，璎珞也很少，很少见她自拍。嗯，那就璎珞吧，是吧？那你觉得自己的自拍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我觉得没什么需要改善的地方啊，我觉得自拍其实是一种心情。好，他们说凯凯可能声音稍微要大一点点，对，稍微大一点点。所以说刚刚这个觉得自己的自拍还没有什么，就是看心情。对对对，心情好了，自拍都很帅。好，这是有很多弹幕吗？对啊，你去看一下。你帮我带美颜啊！现在这个已经是没有美颜的状态。嗯，我现在给你说一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请问你有几双 AJ？ 没数过。非常爱鞋子是吗？所以说就是有新款就要买买买。新款一般现在不会买了，就是我买的都是老款经典款。哦，好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对于国际友人给予你那么多的宠爱，你想说？谢谢你们，然后谢谢你们。考虑可以学几门外语。会努力。嗯，好的。那觉得自己最好看部位是哪里呢？最好看的部位。全身上下最好看的部位。眼睛，眼睛吧，眼睛吗？最喜欢自己的眼睛。他们在说什么？有说脸。啊，还有鼻子。他们有说想看你演这个霸道总裁的角色，以后会想。这部戏我就是啊。是吗？孤雁真就是，哎，什么时候军校？什么时候出这个戏？应该是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吧，具体的没有清楚，猜的。哦，大家多多期待一下，想看凯凯的这个霸道总裁。一定绝对。哇，期待期待。好，那下面呢就是这个《延禧攻略》小剧场，然后需要你回答一些非常深刻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璎珞和姐姐都掉进水里了，你救谁？傅恒会救谁？姐姐吧，我救我姐姐。为什么？因为璎珞后期都不爱我，所以姐姐还是最爱你的。姐姐是我的家人，家人是我的。所以救了姐姐。好，第二个问题，傅恒少爷心里对尔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他吧，叫由他吧，自生自灭。自生自灭，你会恨他吗，傅恒？不会恨，因为我觉得恨就是对他的一种怜悯。哦，这么狠？哦，是哎，他们说恨的反面其实是爱。然后给了心疼。哦，好好好的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是，傅恒的内心会有黑化的可能吗？永远都没有，因为傅恒是一个。
正直，他的一生，他的心灵魂告诉他，就是他不能去做一个污染，不能去害人。哦，我觉得富察家好像都是这样，对对对，所以都很惨，品性都非常的高尚，所以都很惨。你这个真相了。好，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想问徐凯，你本人，你最喜欢剧中的哪一个 CP 呢？肯定是傅英啊，怎么会喜欢别的 CP 啊？傅英是吧？凤凰璎珞，凯凯心中的梦想，傅恒心中的梦想。好的，那么现在粉丝们，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就是在弹幕当中来实时问一下，然后特酱看到之后就可以告诉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给傅恒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考考我们的傅恒少爷，就是演戏考场。那之前这个我们的璎珞吴谨言做客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时候，也做过这样一份考卷，到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剪出来，看看你们互相的回答都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给你。我要写是吗？对，你可以写出来，我给你拿一根笔啊。可以先给他们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是富卡富察点傅恒，基本上有很多很多，中间可以再补充的。首先第一个吧，你可以先看一下粉丝们会说什么。你先不要写，先不要写。你第一个说什么？富察点傅恒，中间给自己补充一下。这个也可以。拿出题子不行，拿出题子不行。现在是你答，所以说这个由你说了算。先答第一个问题吧。看一下傅恒社会将会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答案呢？来，我们看傅恒少爷的答案。富察大清希望点傅恒，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大清的希望没有我，皇上还能坐在那去跟璎珞聊天？你成全了他们，就是天天打仗就打好几次。他们说打扰了，打扰了。好，接下来第二个是魏点璎珞。你们觉得富察我们的傅恒少爷会填一个什么样的词呢？嘚瑟。为我想的。嗯。不好惹。还有说脾气暴。不行。还有人说一生一世。但是他后来都不爱你了，你也不要爱他了。不行，我还是爱他，一生一世。得体夫人。很多哎，慢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回答。为一生一世璎珞，看不清楚是吗？盒饭姐 ，OK OK， 还可以。对，他是我的，即使他到后期不爱傅恒了，傅恒还是对的。傅恒是把他装在心里一辈子的一个人。哇，怎么那么会写？下一道题，给大家看一下，爱新觉罗·弘历抢了你的女人。那我可以写了是吗？迫不及待要报仇了是。大猪蹄子，哦，两个字哎，我可以给他看吗？真香，真香啊！来看一下，必须大猪蹄子，真香。好的，下一个题，下一个题是也是其实，这个是我姐吗？对呀、啊。富察容易，你等一下，你看先看一下他们有什么要想说的。你们觉得我姐应该是什么？白月光。
这是我第一个想去。哎，是吗？好，你现在可以答题了。傅恒向你发出了真香警告，所以说荣英是心上的白月光。好，最后一个，哇，这个上了很多次热搜了。哎，我知道这个之前你有接受过一个采访，就说尔晴，然后你有梦到过尔晴在你的梦里面追杀你。对对对，因为那阵子就是我跟他演完戏，我就有心理阴影，就真的是很恐怖。他觉得我那时候太入戏了，觉得他这个女人很可怕。哇，演得好，演得好。我应该怎么想？你可以想一下。我记得好像璎珞当时是，这个先不用，先不要哭。想一下，这个先不给看是不是？好，先不给看，先不给看。我们捂一下答案。这是为什么？哦，我知道这个，在越南领儿盒饭，越南尔晴，尔晴饶不了你了。这个不能给尔晴看、啊、不能给尔晴看啊，大家不要啊，不要乱搞事情。好的，那我们这个延禧的这个考试已经圆满结束了。那么在我们这个做今天的这个一日咖啡店之前，我们先来进行第二个通关，就是表演题。表演？是的，我们这现在会进行一个无实物的表演，然后我们在题板上会准备一些场景，你需要表演在这个场景当中存在的一个物品，你可以用语言稍微的解释一下，然后如果粉丝猜到了是什么场景就顺利通关，猜不到那我们的大猪蹄子就要做惩罚。现场说你大猪蹄子，你会不开心吗？这是一个夸奖。被吓到了。好，第一个给大家，给你看一下，你要扮演一个场景哦，扮演这个，我可以说出来，不能说这上面的字。对对对对，好。哎呦，准备一下。看得到吗？可以看得到，可以的。不好意思，拿反了，不好意思。重新开始是吧？好，按按三二一，好。空气冬。这是什么？四个字。四个字。对，而且在快本上其实，哎，他们已经猜出来了。啊，是吗？所以是什么？洞房花烛。给大家看一下。厉害啊！哇塞，你们是不是都入戏太深？傅恒的梦想也是他们的梦想。下一个问题吧。好，第二个问题。这个是三个字，三个字。嗯，我平时会在哪里看手机？我知道那个图。在哪里看手机？手里。不是，我平时会在哪里看手机？对，非一脸严肃认真。书房在哪里？三个字。书房在哪里？三个字。哎，有吗？三个字。
已经猜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富察傅。哎呀，来第三道题。第三道题是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一般来就是。好，准备好没有？三二一 ，Action！ 两个字。是什么？三二一 ，Action！ 打卡。这个很像哎。所以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就大家在什么地方才会有这种三打板？开机，开机，对，在什么地方会有这种，会有这种？在横店。哎，你们怎么知道这么多？能不能行？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就什么环境下，什么环境下会有人喊三二一？三二一，开始。什么剧组？差一点，两个字，两个字。剧组的，剧组的。啊，现在已经有拍摄地，两片场，对，片场。哦，你看我们复活多努力，在向你们解释，生气。好，接下来下一个，下一个这个是三个字，还蛮好猜的。可以拿东西吗？可以，你拿一个。哎，那这个就。三个字，三个字。我一般会在哪里去弄这些？一般会在哪里？会在哪里用到这些？许愿瓶。你不要不要不要冲动。一般会在哪里用到这些？咖啡店、咖啡豆、咖啡厅。终于猜出来了。咖啡店。咖啡店。刚刚劝粉丝们善良。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哦，你可以扔一个这个，特酱就免了。哎，你可以扔这个，扔这个。别，我不能扔到你。你轻轻扔好了。你摔个门。三个字，然后是个地点，然后你们要看我是在哪里的这一题。哦。是想什么？等一下。谁都不准剪，谁都不准剪。三个字。他们有说御书房，还有。长春宫，所以这一集是你当时是摔是干嘛来着？摔那个剪的那个长命丝，刚开始大家可能都记得。哦，要表扬粉丝们。那这样吧，既然我们这次比一个大戏嘛，蛇果，学一下好不好？对对对，搞笑，好好好，哎，这个，哦，刚才那个，这里这个，对对对对对，这个很标准，很标准，终于学会了，我已经练了很久了。嗯，那我没有，你是我们第一个就是完整全部都答对的通关的嘉宾，那特酱就要给你一个奖励，给你一个奖励，给你一个奖励，给大家发一个小小的福利。你来看一下这两个，你选哪一个？那你选第一个好了。好，第一个吧。好，表情五连拍，你准备好，然后我就开始给你说一下话外音。好。OK 吗？不要笑场喽。来，表情五连拍，第一个霸道总裁。第二个卖萌，卖萌，卖萌怎么来着？好，第三个傲娇，第四个温柔，第五个 wink， 用力 wink， 可
爱。好的好的好的，你想完了他们肯定会做一大堆表情过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感觉有点我们在欺负凯凯，有没有？好，那我们也恭喜我们的这个凯凯完美的通关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咖啡店长请上线，我们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这个咖啡店长。你们有没有想跟我做咖啡？我学之前让我去学很多种东西，但是我为什么要选咖啡呢？就是因为我想有一天能够有这个机会送给大家。哦，有一个机会可以开一个咖啡店。走，来，我们要拿什么？可以可以。行头给做足了，哎呦，OK， 哦，这样就好了，哦 ，Nice， 好，我们去洗一下手吧。像我们家土豆子就是蛮多的，现在有这种曼特宁，有这种明确大小，就是混春豆子，它也是土豆，也可以作为单品手工。这几种都是比较苦的，然后还有一个南果，这个是最苦的。是不是太甜了？很幸福。什么味道？有吗？因为我们家是自己烘豆的，就是它嘛，我们用的是烘豆机，非常好，就是它的机器。粉丝们有说你记得别忘了加糖。
好，现在的这个步骤是什么呢？是绿植。这边的话，其实绿植有很多种，有不一样的绿植有很多种。我们家这款用的是蛋糕绿植，就是配的这款。对。然后有一些，比如说 V 六零，他们可能用的一些就是 High Real 的绿植，各种偏不一样。就是为了更好的。这个是要来冲是吧？对，要冲。然后我们去接一些介绍。哇，感觉一套流程下来其实还蛮繁琐的，是吧？我觉得可以看这个一遍之后，你可以自己试一遍。然后店长，然后店长在旁边稍微提示一下。好，这一步是要加热水是吗？对，加热水。哇，这仪器好高啊！这款是 Polo 水，就是美国的一款顶级的水，我们家设备是世界上最好的。好，那我们现在是要等这个水热了，对，等一下水温，因为根据豆子不一样，种类不一样，然后它的烘焙度不一样，要不一样的。我们正常的标准的话，就是12度。曼特宁这种豆子，那我们尽量说达到预想的18度黄土。好，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流程，现在这个流程看着它加热水，然后给你们做。来，可以让我们凯凯试一下。只是第一遍是吗？它会增加你的回甘度。因为咖啡的话就是四杯一星，所以我们现在要等它，要等一下，等它滴完。没有，要等大概闷蒸30秒，就是你闷蒸30秒完以后去煮水，因为这边有很多时间。左边是有时间的，右边是克重。我知道了。你是不是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他们在说啥？
噔噔说，哎，你来看一下。现在徐凯 is watching you。哎呦。哦，蝴蝶可能是。所以他的这个冲泡的这个手法是要这样一提一提的吗？你我可以尝一下新鲜咖啡豆，它就会比较爽一点。看看，就是我先倒50，然后等30秒，我再开始灌浇。这句话的话，有很多这是手法的问题，但其实一杯真正的好咖啡，其实我们说就不用太多的手法去修饰，对，是完全就是。但其实越简单越好。哦。越简单。你可以尝一尝这杯。就跟我们家那个名字叫简单。空间一样，对，就是把必须留给精华。对对，越简单的东西，它是越有意义，对，越有意思。所以这杯是不是巨苦？这杯会很喝起来很爽那种感觉。这里就到了260。因为我们家吃的里面是1:15，但是就是它的豆子会吃一些水果，豆子会吃一些水果，这样的话我们为了更好去控制它，把它要多冲。带着这个围裙特别像奶爸，突然开始凝固。所以这，对，哦，可以先尝一下，尝一下。还有什么？巨苦哎！会不会烫啊？可以一点点，那种烟熏的那种，就慢慢凝固的，它是这样脆口的。苦吗？苦吗？再倒一杯也可以，对，再倒一杯啊，对，再倒一杯。但是它跟我们的意式咖啡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没有任何油脂，口感很干净。你觉得刚刚的那个你学会了吗？学会了，这咖啡其实挺好的。学会了是吧？那你加油，一会儿你要。喝完啊。好。不要不要，我觉得好苦，我不要，我吃不了苦。其实还是会有回甘度的。哦，每一款豆子它都有这个啊，谢谢。每次都会跟。是有香味的，对，有香味。一样的，这款是非常苦的一款豆子。好，那我所以这一杯的这个手冲咖啡现在已经制作完了。对，这一杯等于说是流程大概就是一个整整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但是细化的话，肯定里面还有很多东西。看看，那现在开始你的表演了。可以体验一杯吗？我这儿也有酸豆。对，你可以换一种豆的。对，酸豆。同样的操作手法，多少会有点不一样。我拿一个酸豆子，酸豆子他们家的两种是比较有特色的，也是现在要市面上卖的很多的。一款是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这是一个就是耶加雪菲。耶加雪菲。对，这款豆子的话，等于说就是柠檬和柑橘的这种。香气比较浓厚，口感比较的，口感比较的浓厚。然后我们家传统的话就是晒的是那种咖啡，好吗？现在就是先拿来，可
可以很完美的做出来这杯咖啡的。我保证一下，这个真的没有提前学。他们刚刚说，连题目很多都没有提前看。对啊，他们说这个哇，这么熟练，这么机智有才华的人吗？他说你现在像在变魔术一样。哎呀，哎呀，怎么了？那应该是你对吧？没关系，就是时间他已经走了，对吧？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对时间。我记得，对你第一次到的是到多少来着？大概的话在50对吧，好像对。要品尝你这杯咖啡的，它这个是算这里的重量还是整个的重量？这里的话，因为刚才我是去皮的，去皮的话，你们说就是仅仅是水的重量，水的重量，对，仅仅是水的重量，所以它这样往下滴还会加重量，就是只要是注水重量。所以现在还要加什么？加咖啡我们最好。
刚刚好。够了，你真的够了，你刚把我吓一跳。真的是。这个 ending pose 不错。好，那接下来是要给我们品尝的时间了。错，我要等一下，等一下，因为它没有滤干净。哎，凯凯，你真的是第一次做咖啡？真的第一次，是不是经常喝的？那肯定是。专业是不是？哇，这个。你没看到，专心学习。看来给工作人员尝尝你的手艺。你们俩一会儿给他打个分，满分十分，可以。羞涩的工作人员。那你们给我打低了，这个绿色满分。诚实一点，十二分，满分十分给你，你们都没喝。干姜也是，粉的话不管有干姜还是。我也要验一下。是不一样，跟那版本的完全不一样。对，但是这个是比刚才那个更，我觉得更正一点。我就是假装自己闻出来的样子，就给一点点啊，不好意思，好，来，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啊！你们俩先尝一尝，再来个杯子吧。第一杯真的有点苦。可以吗？酸的，所以喝出来什么味儿是对的？香味。老师觉得怎么样？柠檬和柑橘的那种酸爽感。哦，柠檬和柑橘。有，可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挺好喝，挺好喝的，就是不是？我闻能闻得出来。整体的感觉，我觉得。我觉得这个比上一杯好喝。你够了。我觉得真的。对。表情管理，赶快做好表情管理。啊，还有吗？天啊，这个小姐姐问还有吗？真的好喝，真的好喝。好、啊。因为其实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法去修饰它，就是什么豆子的那种风味，豆子比较好。但是我们很多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总是说，哎，为什么有的人是硬水做的？而不是说，因为有些最好的酸甜，它没有一个最好的，它是适应于每个咖啡豆的。他们聊的我听不懂。它不一定说是本质酸甜度比较好，就是。我们都听不懂，就看你俩在那聊，大神之间的这个聊天。好，很好，大概的那种感觉。老师，你给我们凯凯最后评个分吧，满分100分。90分以上吧，我觉得非常高。第一次做的话能做成这样，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去拿这个数据。老师悠着点吧，你看他刚嘚瑟的样子。没有，很好，我觉得很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会经常来吃，来吃。好。好吧，到时候我会有时间会跟你讲讲我们私立，然后怎么做。烘豆如何去烘一款好喝的豆子？因为我们家是一千零八粒，一直在和老师取经。我觉得凯凯以后可能是要开咖啡店。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最后的一个福利环节了，你觉得刚刚的这个咖啡体验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为什么看到自己就情不自禁的笑了？我觉得真的做的挺好喝的。哎，你问的不是这个，你觉得今天你做咖啡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可能我做的是一下子就做到了，但是真的是不一样，就是懂咖啡的人喝的时候肯定能感觉出来一个新生和一个老师是什么的差别的。所以我觉得不要光看一件事做的很简单，但其实他们在背地里下了很多年的功夫，他们才会有一个平衡值。就比如说，但这个平衡值我是已经直接性的老师告诉我，但这些都需要他们是去调试的，就比如说什么是15，什么是20，什么是50，然后30秒会有到252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有讲究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是以前的这些经验积累过来。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所以我觉得我学的其实是我其实是打酱油，一点点的皮毛是吧？那你给自己打个分呗。满分100分啊！我觉得60分吧，就是给自己一个及格，就是为了让你自己更先入门，然后再过去学习。他们刚刚说这个10分的时候，你说10分，他们说还本来还想夸你这么谦虚。没有，我是觉得100分我才打10分的。哦，这样哦。特价的套路被你看穿了。好，那我们现在是这个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我们最后给粉丝们发一点点福利，然后你可以问他们一些问题，从这个弹幕当中你选出你最喜欢的这个答案，不一定是对的答案，然后你可以选出你最喜欢的，比如说我就看这个 ID 特别顺眼，我就看这个答案特别顺眼。我在哪？在这看，对，你就在这里看，然后你记得把那个弹幕停下来，给他念出他的 ID。怎么停下来啊？啊，对，话说凯凯，你会喜欢别人夸你吗？其实我还好，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夸还是我真的个人认为，就是一直是我个人成长的一个经验，就是无论人夸你还是去说你的不好，你都得去接受。因为一个人要有正负。那你跟你朋友平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跟我朋友平时状态是互怼吗？我很少，还好，就是会说笑，就不会说太互怼。OK， 好，现在你可以看一下。我还没问问题。你要问问题。我先问了，我再看，对吧？好。我要写下来吗？没关系，你可以直接问。你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星座吗？什么星座？网上比较多的是什么？网上水瓶座，所以听起来好像不是水瓶座。眼神威慑了一下。对，他们有说了，都是挑一个来说。对，你挑一个，选一个 ID。金克斯的包包白。所以说答案是双鱼座。对，真的其实是双鱼座，但是我大家可能很多会觉得我身份证上写的是2月5号，但是我不是2月5号，因为那是我们那边是那时候是按阴历，按阳历还是阴历，就我真正的生日是3月12号。对，所以3月5号还是12号来着，它每年都不一样。然后这你是过阴历还是阳历？过阴历。哦，你过阴历啊，那就是2月初5是吧？对生日概念不大，就是我有时候从来不
就是很少做，就最多就跟朋友一起吃个饭啊，聚一聚。我一般会说有空，然后来不及的话，我会说后面。哦，明白。你现在哎，你刚刚截屏了吗？啊，没截。没，那我回来去找好了，下一个截屏。但是现在有这么多粉丝了，可以粉丝会什么的考虑一下。粉丝会是？粉丝见面会啊，生日会之类的。还是听公司安排，没考虑。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你们知道我真正的真实身高是多高吗？真实的身高。因为我知道你们一直在猜我自己身高。我目测一下，反正180以上，是的吧？你不要这样斜位。你知道我真实身高是多高吗？不好意思，我那个弹幕一直卡在那里，大家都在猜，我以为大家没听到。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对的，跟以前的不一样，因为最近我长高了。我们还在长大。160是谁说的？你可以选这位。我就抓一个来说吧。好。好累，马上，这个，我要截个图吗？对，你可以截个图。 ID 叫什么？是什么让你这么开心？是这个 ID 是今天有没有想学。哦，所以是因为 ID 翻的他的牌。对，答案是多少？187。对，可能就是因为我很早以前测的时候是186，然后那时候你们以前看那个是就是网上会有播一个图，就是说是187.5那个，但那时候我好像那个不准，但我最近就之前量的时候是186.5到187左右。哦，还是会越来越高吗？以后不会了吧。好，那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凯凯，你最后给粉丝们说一句话，我们就拜拜吧。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直播，然后我今天学会了一个技能，我代表我以后